自等暗夜战队的队长，被称为传说中的不败车王李昂。李昂，他有那么厉害吗？好想见一见。让我找找在哪儿呢。有他在，其他队伍就只能争夺第二名了。而且从来没有人见过李昂真实的样子，每次比赛结束后他就神秘消失了，只活在第一名的位置上，放下自己黑色的头盔。这么奇怪，这李昂也太神秘了。哎，确实神秘，不过周一呢，我的薯片都在他包里呀。嗯哼，看上面。啊哈，哪有比赛只有我，我就是你们最喜爱的超级解说员马克。哦，又是你怪姐姐，欢迎各位来到《城市荣耀赛》的现场，我是潇洒又帅气的王牌解说员周一成。呼呼，本次大赛由本市的五支俱乐部共15名小选手参加，他们分别是来自蓝角战队的王继义、杨启杰、徐乐主，青云战队的李超元、金达、刘雨辰，飞鹰战队的彭峰和鲍宇，极速战队的孙杨、杜克、周科、欧阳虎，暗夜战队的李昂、金浩然、杨子尧。选手们将通过预赛、复活赛和总决赛的比拼，角逐小车神冠军车王的荣耀。决赛胜出前3名的战队将获得通往全国大赛的金色门票。小车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非常好，预赛共分为 ABC 3组，每组5名选手，出场顺序由之前的抽签随机匹配。每个小组的前2名晋级决赛，胜利的选手将进入复活赛，决出最后的2个名额，共8名选手会师决赛。现在请各组战队查看出场顺序，小车手们根据号码到起跑线上就位。孩子们，排序来了，杜克 A3号，快 B1号，陆阳 C1号，小虎 C5号。你们是第一次参加大赛，千万不要紧张，拿出训练时的水平来就好。那我先上场了，杜克加油。马上开始第一轮的 A 组比赛。1号，蓝洋战队王杜毅。2号，飞鹰战队鲍宇。3号，极速战队杜克。4号，极速战队李超元。5号，来自暗夜战队的主将杨子尧。暗夜主将，偶像无敌。杜克，你能重回赛场，真是太好了。大家都还好吧？嗯，每天都有努力练习。可不要因为我是曾经的队长就放水哟。我会拿出全部的实力。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小车手们集中注意，听我口令，各就各位。Thank you.
快看那边。我是小车神。这熟悉的感觉，难道那是？在场的几位军事八股将，接下来进入了第一道关卡，好好配合。